是那么难以理解，这么大好的天气就应该在家睡觉嘛。先补充补充精力再说。呀呀呀，冲啊冲啊，到山顶之前我一定要把 boss 打掉。哇胖乎乎，你的抓鸡计划准备得怎么样了？当然准备好了，这次小鸡们一定跑不掉。嗨，你们好啊！嗨，各位先生小姐，请等一下。你们好，我是小瘦子，我是小胖子，欢迎来到雅鲁藏布大峡谷观光。请问你们需要导游吗？导游。我们知道一些好玩的地方，绝对漂亮又刺激。师傅，听起来不错哦。那好吧，峡谷那么大，跟导游走可能会轻松一点儿。请跟我们来吧。看起来有点恐怖。小鸡们，今天我就要吃了你们。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。嗯，嘿，小鸡们，你们完蛋了。可怜的导游。哇，好逼真呐。是啊是啊，好逼真呐。哼，这回让你们变鸡肉饼。鸡肉饼好吃。弟弟，小龙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这声音是……是为师的好徒弟。弄好了，等小鸡们从这里走过。猪哥哥，你真是天底下最聪明的黄鼠狼。那当然，你就等着吃鸡吧。终于可以吃到鸡肉了啊！呼呼，快躲起来，小鸡们来了。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要抓到鸡呀！树哥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知道呀？
鼠狼？不错，小鸡们都被抓住了。又是黄鼠狼，可恶的黄鼠狼！黄鼠狼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黄鼠狼，既然被我们抓住了，你们就不要再挣扎了。三只小鸡，烤鸡、炸鸡、焖鸡。别以为我没有办法。刚好我的游戏机可以打开这铁笼。快跑啊！别想跑！站住！妖姬，别跑！我们逃是没有用了，你们终于聪明了一回。等着吧，有！碍手碍脚的鸡小龙，接受惩罚吧，瘦狗狗！胖乎乎起来抓鸡啦！小龙，没了鸡小龙，一切就简单了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堂堂男子汉，我以后无法忍受你们黄鼠狼对我们小鸡正常生活的干扰了。今天我就在这里把你们打败吧！笑死我了，还留在这里把我们打败。胖乎乎上，不动了，哎呀，好累呀，好累呀，我也休息休息。小鸡，你们跑不掉的，跑不掉的。好累呀，我提议大家暂时休战。那就等休息好了再吃你们。好吧，我同意。不许耍赖。好美呀！你们快看，真的好美呀！是啊，是啊。
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